少点。喝吧。这回这个傻小子可跑不了了吧？哥，喂，老弟，你到了。我在火车站都待半个小时了，你在哪了？哥哥接了一个大工程，马上就要上高铁了。你这样啊，我让你大嫂去接你。我也没见过这人嫂子啊，你这叫什么事儿？寂寞餐厅，米尔大哥在忙着。不灭的月亮下是不夜的街。嫂子，上车吧。生意不错。忙碌的人把一切忘了。这小子长得比他哥哥帅多了。我不知道老张出差半个月，让我们弟弟安排的更辛苦，那我岂不是很无聊？这两天先住我家吧，公司宿舍没有地方了。行，嫂子，有个地方住就行。这到嘴的肉。怎么能让他飞呀、来进来吧。我大哥也太不服气了，娶你这个小妹的媳妇。啊，有女朋友没？嫂子，我都三十了还打光棍呢。他还是个光棍，那岂不是浑身都是汗，快去洗个澡吧，一会儿嫂子带你去吃饭。寂寞餐厅，米尔大哥在忙着。喂，亲爱的，我想你，我在302等你。今天不行，改天去吧。嫂子，你在这干嘛？嫂子也拿毛巾。啊，你赶紧去收拾一下吧，然后一会儿嫂子带你吃饭。哦，嫂子。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，我没有吉他就唱不出歌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。如果寂寞。老板，吃了饭好。这套衣服还合适吧？嫂子，今天让你破费了，我一会儿收拾收拾，去公司住。别呀，二弟，你自己去什么公司住？你大哥知道了该生气了。嫂子、小叔子，孤男寡女在家也不是那回事儿啊。你嫂子看起来像那么不正经的人吗？嫂子，我不是。兄弟，你住的地方你嫂子给你安排了吗？啊，我。我办的事儿你还不放心呢？我给他安排在公司住了。嗯，累了吧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谢谢嫂子。这个傻小子可跑不了了吧？嫂子，你也累一天了，你也喝点水吧。嗯。那个水。哼。嫂子，你这裤子怎么弄脏了？哎呀，脏死了！我去换一条。
天天让你转那3块钱，怎么还没转了？你就不怕咱俩的事儿被你老公知道吗？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是浩哥弟弟，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谁，咱俩见一面吧。咱们长话短说，我不希望我大哥的家庭破裂，我给你一笔钱，你离开我嫂子吧。原来他昨晚什么都没做，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。阿东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给你买头疼药呢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我就不信了，你这个小光棍对我一点都不感兴趣，你这块肉我吃定了。哦哦耶耶，爱你在心口难看，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。嫂子，我要回公司了，药给你。那你给我倒杯水总可以了吧？从现在开始，你收起你卖弄风骚的一套。你是高估了你自己，还是低估了我？还有，外边的草可别乱吃，脏啊！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，你去跟你大哥说吧，你看他会信吗？他如果有那个能力，我至于属于偷人吗？你这个贱人，等我去公司签完合同回来收拾你。打我，我让你哥俩四分五裂。好了好了，等到兔崽回来了，一会儿我给你做主，别哭了啊。哥，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象那样的。你个畜生，你这么不对得起我吗？她可是你嫂子。哥，虽然我在农村没见过世面，但是我也不会非礼嫂子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俩再也不是兄弟，也再也没有亲戚关系。亲爱的，这件事你想怎么办？我要报案，有人非礼我老婆。一会儿你就要被带走了，这下你可玩完了。是吗？你说我在外面出轨，你有证据吗？他没有，我有。刘助理，你上去一下。老板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你们什么意思？弟，你从老家农村过来一趟，我怀疑你嫂子出轨了。你帮我试探试探。好，你的意思问哥，被耍被骗的感觉过瘾不？这还没结束呢。